到家了吗？嗯，刚到家不久，在准备节目企划呢。你今天去孤儿院了？是啊，学长怎么会知道？你说呢？我傻了。怎么会突然去那里？我们要拍摄一期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节目。怎么了吗？只是拍节目而已吗？嗯，恋与卫视的委托，总不该就是你给的委托吧？不是，有什么事需要你去做的话，我会直接告诉你。哦，那就好。这期节目前期准备就好累人了。你在孤儿院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？特别的事情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你就别去孤儿院了。但是后面的拍摄，我肯定要跟着一起去的。能不去的话，就尽量别去。一定要去的话，最好和我一起。白琪，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孤儿院？我不是在意孤儿院，我是……嗯？没什么。又是什么不能说的机密吗？不是机密，我只是担心而已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你。知道了吗？自己小心一些。我要去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，之后几天不能联系你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嗯，早点休息。嗯。